大家好，我是清风乍起，就等你了。今天介绍一部脑洞大开的奇幻电影《心愿房间》。从纽约来的小夫妻买下了比利时某郊外的一座小楼，价格相当便宜。丈夫马特是一名不知名的画家，妻子凯是一名翻译，两人开心地收拾房间，总算有了安身之所。但马特却在壁纸后头发现了一扇大铁门，于是他就用地上捡来的奇怪的铁块插进锁孔，果然就打开了铁门，但里面只是个空房间。但这个铁门一打开，房间里的灯就一闪一闪的，于是马特就打电话叫来了电工。电工到地下室一看，里面竟然有个巨大的神秘机器，机器周围纵横交织着密密麻麻的线缆。电工惊讶地说，这机器太古老太复杂，他也不知道怎么拆除。而且离开时他对马特说，这房子发生过凶杀案，一对夫妻被人杀死在房间。这大哥也太耿直了吧。马特忙上网查询，果然看到前房主夫妇被杀害的新闻，而且凶手已经找到，但凶手的身份却查不出来，没人知道他是谁。于是马特很郁闷，果然便宜没好货。他跑到那个铁门后的空房间，喝了一瓶酒，郁闷地说，我得再喝一瓶才行。结果灯光忽然一闪，地上立刻出现了一瓶酒，这让他浑身汗毛倒竖。转天凯一觉醒来，就发现那个空房间里都是名画，而马特跟他说这些都是真迹。凯当然不相信，于是马特就让他说出一样想要的物品。凯说想要1000美金，结果果然出现了1000美金。凯觉得马特是恶作剧，于是就说想要100万美金，结果100万美金真的出现了，两人欣喜若狂，这简直就是一个许愿屋啊！于是两人就撒了欢的许愿，什么美金名画、美食美酒、珍珠宝石、名牌服装，应有尽有。两人彻夜狂欢，简直醉生梦死一般。最后马特不满足这些了，于是他要了个婴儿床，然后跟凯说他想要个孩子。凯很激动，因为前两次孩子都胎死腹中了，所以凯无法再承受一次那种痛苦。马特郁闷地开车出去散心，哪知等他回来后，却发现家里多了个婴儿，原来这是凯许愿要来的。马特很不愿意，因为这孩子跟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，而马特见凯很喜欢这个孩子，只得同意留下。而他也突然明白了，杀死前房主的那个查不出身份的凶手是谁了，那凶手应该就是前房主许愿要来的孩子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，他驾车跑到精神病院，见到了那个被关在里面的凶手。凶手已经变老了，而他立刻猜到马特已经发现了那座房子的秘密。他问马特玩得开不开心，马特问他为什么要杀死前房主，凶手说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马特问什么意思，凶手没回答，但他劝马特赶紧搬离那座房子，否则一直索要不止，最终就是个死。马特在返回的路上加油，哪知掏钱时他从家里带出来的美金都变成了灰，他急忙跑回家，将要来的美金扔出窗外，结果全部化成灰烬。他把名画一半放到外面，结果那一半也迅速化成灰，原来要来的一切都不能被带出房子，否则就会化成灰。于是马特将墙壁和地板砸开，想弄明白这个机器是怎么运行的，结果发现墙壁里地板下都是密密麻麻的线缆，看来这个房子就是个大型的 3D 打印机呀。此时凯抱着孩子小沙出去透透气儿，结果很快传来小沙的哭声。马特不忍心这孩子就这么化成灰烬，所以他跑出去将小沙抱回屋，哪知小沙已经变成了10来岁的样子。凯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于是马特告诉了他实情，说变出来的东西都不能离开房子，包括小沙，如果离开，小沙就会迅速长大变老，然后化成灰烬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凯就在家教小沙读书识字，但小沙总想到外面去，而凯不让他出去，于是小沙就大发脾气。而马特则买了只手枪防身，他是怕前房主的惨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某天小沙听见马特和凯争吵，马特说小沙是假的，是虚拟的，于是小沙就研究了一下墙上的一幅房间的线路图，然后到地下室研究了一下那个机器，然后绝顶聪明的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于是他就走进了铁门后的房间，而马特和凯发现灯光在闪烁，证明有新的东西被变出来了。结果他们走到空房间一看，顿时惊呆了，只见铁门后竟然是一片森林，而小沙正在那里堆雪人，这些都是小沙许愿变出来的。这孩子的想象力比马特和凯强多了，凯很高兴，因为这样小沙就不用天天被憋在屋子里了。但马特却将小沙拽了回去，并把铁门锁上，把钥匙放进抽屉，他担心小沙知道了这个秘密会对自己和凯不利，于是凯和马特吵了起来。此时电话响起，小沙去接了电话，马特忙抢了过来，电话是那个凶手打来的，凶手问那孩子是谁要的，马特说是凯要的，凶手说如果凯死掉，那个孩子就能活下来并变成正常人。马特问你就是为了这个而杀了你的养父母，哪知凶手说是他养父母想让他活下来，所以主动被他杀死的。最后凶手问马特会不会为了孩子而杀了妻子，
而他们的对话都被凯用另一只电话听到了。凯情绪激动，开车跑了。小沙怒吼：“妈妈去哪儿了？”马特说：“她不是你妈妈，我也不是你爸爸，你是变出来的。”说：“如果你离开这个房子，你就会变老，然后化成灰。”于是小沙很难过，马特感觉过意不去，就过来跟小沙说抱歉。小沙让马特给他读故事听，马特同意了。而凯半夜回来，见到两人如此和谐，不禁露出微笑。然后马特和凯就和好如初了，还顺便酣畅淋漓了一番。哪知这一切都被小沙看到了，然后他就进来偷了门钥匙。而转天马特和凯发现门开着，而小沙竟然跑出去让自己变成了大人，而且手里还拿着马特的枪。凯忙挡在马特身前，让小沙放下枪。小沙说：“你说过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，是真的吗？”凯忙说：“是真的。”然后过去拥抱小沙。而马特突然朝小沙扑过去，凯被撞倒晕了过去。等他醒来时，马特告诉他小沙不小心中枪死了，他把小沙扔到外面就化成了灰。凯非常伤心，他说他想搬出这个房子，但马特说在这里住挺好。见凯闷闷不乐，马特就想跟凯发生关系，说我知道你喜欢这样，还说我看见你们两个干那个了。凯这才明白他不是马特，而是小沙。马特的外表是小沙许愿要来的。而另一边，真马特从地上醒来，到处都找不到凯。他看到那扇铁门紧锁着，知道里面一定有蹊跷，但是钥匙已经不见了。于是他就用锤子将墙壁砸开，从墙壁里密密麻麻的线缆中钻过去，然后又砸开另一边的墙壁，然后就来到了小沙变出来的那个森林里。他发现地上有脚印，于是就循着脚印一路朝森林深处跑去。跑了好一会儿后，他就发现了一座一模一样的房子，原来这房子也是小沙许愿要来的。而此时小沙已经强行跟凯发生了关系。小沙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急忙出去查看，结果凯从房间出来就发现有两个马特，都说自己是真的，但是其中一个马特知道凯的小名，于是凯就推倒假马特，跟着真马特往房子外面跑。马特和凯拼命跑回了老房子里，但是小沙也握着匕首追了过来。马特站在门口大喊向小沙挑衅，小沙扑了过去，两人摔倒在户外。结果小沙身体开始变老，他想回到房间里，但凯却锁上了门。然后小沙就一声声的惨叫，并迅速变老，然后倒在地上化成了灰烬。马特和凯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弥天的噩梦。之后他们搬出了房子，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。一个月后的某天，马特买了咖啡回来，但凯却不开门。原来他通过验孕棒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此时灯光一闪，说明这个孩子可能是小沙的。而让他惊恐的是，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迅速变老，然后化成灰烬，除非凯自杀死掉，孩子才会存活下来。全剧终。人皆有贪欲，有人可控，有人不可控，控住了还能是个人，控不住最终变成鬼。轻松发的财都是横财，轻松恋的爱只有初恋，而横财易失，初恋易逝。靠懵懂得到的爱情终究会因清醒而失去，靠运气得来的财富终究会凭本事而败光。但贪财本无错，只要你走正道，但切不可贪人心，因为人心难测。所以得不到的就放手，死不放手累成狗。好了，我要去做饭了，孤朵白，下次见，有猴。